姐好，你好，汤小姐，你好，圆圆，你怎么会到这里呢？因为导演跟我说有龙虾。哦，龙虾，今天很抱歉，今天没有龙虾，但是往后会有。往后会有，那龙虾是可以来做汤的吗？做这个西汤。西式的汤，西式的汤就是法式的龙虾汤。哦，那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不单只是煮广东的汤，我以为是只煮还有其他泰国啊、法国啊，还有意大利等等的汤，期待嘛？哇，期待，好期待！你要等一下咯，好期待，好期待我们这个节目。我今天看到你的这个。项链也是鳄鱼哦，你是不是好喜欢鳄鱼？你刚刚走过来的时候，我也看到你的背后是一条鳄鱼。这个是因为我家的宝宝很喜欢鳄鱼，那连带我原来我是很害怕这样东西的，因为它太凶狠了。太凶狠了？就在人的印象里面，鳄鱼都是很凶悍的一样动物啊。嗯，对啊。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女儿呀，小女孩，她就很喜欢恐龙，很喜欢鳄鱼这些东西，说这些都是她挑的，爸爸买单，她爸爸买单。我知道了，但是我们今天呢，你会吃鳄鱼肉吗？鳄鱼肉，对啊，你女儿会怕了你吗？她很喜欢的。如果有好吃的，我觉得她应该没关系。你知道这个鳄鱼肉功效可大了。它看上去好像很凶狠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汤就是川贝鳄鱼肉汤。川贝鳄鱼，我知道川贝是对那个气管，对，就咳嗽会特别哮喘，哮喘是主治这个的，还有这个川贝啊，也是主治这个肝科，视科、照科。然后对一些很强心有科的人是相当有帮助的，而且它的价格并不便宜。川贝我知道是卖的蛮贵的，然后这个食材好像是在那个药材店就能买得到。对对对，还有些人还会把它磨成那个粉状，冲水喝，磨成粉状，但不会苦吗？它是中药。就淡淡的，如果觉得苦的话，就下一个圆肉、龙眼肉、圆肉去把它的味道甜一点。就可以倒水喝了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锅汤是叫着川贝苹果鳄鱼肉，主角就是川贝跟这个鳄鱼肉。川贝苹果鳄鱼肉，那是要用到那么多的川贝分量？对，我们会有重一点的分量。那这就是我们的主角鳄鱼肉咯。这是鳄鱼肉。我看到这个鳄鱼肉看起来是跟猪肉是很像，好像差不多吧。对，但是它的味道闻下去是有一点烧烧的味道，不是羊的烧味，但它是鳄鱼肉的烧啊，有一种外星生物的感觉。外星生物的感觉，其实他们都有这个润肺的功能。润肺的功能，对啊。其实我看到现在也很流行啊，就普通去菜市场我们都能看到，能买到这个新鲜的鳄鱼肉。